陆十一，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姐姐啊，怎么了？谢谢，我自己有。谢谢。你干什么？抠死了！不是给我买的吗？给什么？夏菊，我真的是服了你。夏菊，陈老。 过来，过来，歇会儿吧。走了。我觉得老师就像在讲天书一样，嗯，好难呐。你学什么觉得不难啊？你一天不挖苦我，你就不舒服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你这么跟我干嘛？别闹了，别闹，别闹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吃饭，好好吃饭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扔完最后一个。吃饭，吃饭，啊。 我觉得你们两个就像陈朗带的两个小孩一样，傻乎乎的，今天居然还穿着裙子，让一让。哦。 小菊，我看看。别动我！你瞪着我干嘛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就今天拿脚送了你一下，谁知道你能摔下去吗？平时撞了个牛似的。我是求吗？你要送我？ 你才是牛呢！我跟你说，我要是破相了，我看你怎么赔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就你这个长相，你破相等于整容，好吧？嗯。我说有错吗？哎，你要干嘛？你再说一遍。不要动手！哎，再说一遍。你是个女孩子，哎，你能不能像个女孩？你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，我要去打球了。啊，你，程朗也去吗？等我。太阳撞进我的胸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 我参观参观，我参观。参观参观。嗯。哦哦，对了，哦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之前长廊有事儿，说让你在图书馆别等太久。对不起，这事儿我给弄忘了。啊，没事儿，你换衣服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行行行，没事。哎，你唱歌真好听。啊，是。 神神叨叨，桃花来了啊！你开开，自个儿开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夏小菊在你柜子里了，看来她喜欢你很久了，跟你表白呢。别胡说八道！谁胡说八道了？女孩送你星星，还偷偷塞你柜子里，那不是？ 转过来，我怕你转过来之后，我就没有勇气再说了。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原本我以为，我只要在背后默默的看着你就好，但是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。我从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，我只要一有空，我脑子里面全部都是你。
我每天都想跟你待在一起。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讲很突然，但是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，我等你，多久我都等。我去更衣室啊，你没事吧？我一到正事就没溜，瞎扯呢，这不是？哎，谁？刚才你寝室电话一直在响，我看太吵了就帮你接了。谁打的？是好像叫夏小菊的一个姑娘说。等她回来的时候转告一下她，明天中午我在图书馆门口等她啊。就这个啊？我明天不一定有空呢。行行行，走了。谢了兄弟。哎，好了。我这么有魅力的吗？眼神啊你！我这么大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，你看不见吗？我这不是太着急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在图书馆门口等我呢。这么着急见我？哎呀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我知道啊。那行吧，那走吧。啊，去哪儿啊？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。我们等会儿再去吧。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我连早饭都没吃。再说了，这儿也不说话的地方。哎呀，走吧，边吃边聊，走走走走。其实吧，夏小菊也还能凑合。一会儿她要是态度诚恳，我就勉强答应她。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你给我吧，我可以自己背的。老实站着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？给我吧，我真的可以自己背的。干嘛瞧不起我？没有，不是瞧不起你。
你好，这个烤澳洲安格斯牛排套餐两份，谢谢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大图，你怎么挑这么贵的地方？放心，今天这顿我请。我找你是因为昨天的事儿。你猜到了。嗯，那个，关于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件事情，我刚才在公交车上仔细的想了想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……哦，不不不，那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哎，不是，昨天我跟邱乐桃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我输了，所以我选择了大冒险。啊，哈哈，大冒险啊！你千万别当真啊！我不喜欢你的。你觉得我会当真？那我不是怕你误会吗？所以我也给你解释解释。你解不解释其实都无所谓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啊，不会误会，更不会当真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刚才还怕你误会生我气呢。哼，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再说了，我脑子有问题啊，我会喜欢你。你在车上又帮我拿包，又给我让座的，吓死我了！我还怕你喜欢我呢。我那叫绅士。还有啊，我今天带你来吃这么好的餐厅，就是担心拒绝了你，你会难受。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呢？是是是，大图最讲义气。谢谢。哎，服务员，有没有筷子啊？闭嘴！西餐厅丢不丢人？哦。程朗也叫过来吧，好不好？废话怎么这么多？能不能好好吃饭？哇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吧！我可不可以多要两块啊？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突然不想请你吃了。给我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谢谢啊。我拉你，你是便便吗？我为什么要拉你啊？哼！大哥，吃饭吧。有。大哥到了。你不是说过女士优先吗？现代社会，男女平等。这么重的包你看不见啊，你都不知道让我一下。你又不是老弱病残，我凭什么要让你啊？大图，你去哪儿？要不
不要一起去图书馆？你管我去哪儿，能不能不要跟着我？死大土，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